看，吃饭了，小腿又给你拿上来，对吧？我的标准姿势。你的标准姿势，咱也不知道网友是故意的还是啥，还说这样在家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咱们得有个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吗？我就喜欢这样舒服。你说奶奶谁家媳妇这么放的腿？有人说了，在评论里去说了，我家媳妇也是这样的，是吗？所以我不是自己一个人，行，没事，你现在不可以说我。行吧。我是孕妇。我们今天晚上吃的，给大家看看啊。点了两个小龙虾的外卖，然后呢，这是我老婆给我做的面条，把汤加到小龙虾这个面啊，小龙虾的汤加到面条里，哦，好吃。然后你说说你今天自己吃什么？我就吃我的土豆泥，别的不要。嗯嗯，那小龙虾吃不吃？不吃。不是开始你想吃，咱俩一人一盒吗？是我刚开始我点的时候我特别想吃，后来我现在一看头就不舒服，不吃这个都给你，我就吃上面的这个蒜我爱吃。行，可以吗？所以兄弟们啊，你们家老婆怀孕以后，男人就会变胖，这是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，知道吧？多吃呢，没毛病。老婆怀孕，男人肯定变胖。你多吃一点这么好吃的东西吧。谢谢你啊，为你准备的啊。